叶春雄，为你报道。连锁的素食店总素食技术食物中毒的案件扩大，即阵啊，伫双北已经有六个人通报食歹巴肚。因啊，今年全台总素食已经有八件技术食物中毒的通报，拢总有十九个人出现症状。食药署嘛要针对总素食全台55间分店来稽查。目前伫咧双北，伫咧新北有4间分店已经互人查到卫生的问题，限期改善。新北市卫生局人员前往出名的连锁素食店苦辣素食，现场抽验扇巴、甲葱啊、淮山泥等等的素食，敢有符合检验标准？因为有无同民众找到前往苦辣素食新增红花店，也阁有新店、微秀、玉龙店用餐，有六个人拢出现漏塞的镜头，其中五个人已经转去厝休养。在新北市有12家藏寿司的分店，前里有一个查。目前已经停业2家，我们积极的查，把每一家都能够找出到底有没有问题。针对苦辣素食疑似食品中毒的案件，食药署的副署长林金虎指出，因为苦辣素食属于连锁食品业者，制作管理系统一致，如果一两间分店出现食安通报，就会互列作高风险的业者。食药署对十二开始会会同地方卫生局到全台湾苦辣素食门市稽查，稽查的重点包含人员敢有定期接受健康检查，放食材敢有放妥当或者是过期，再来是环境卫生，也要确保定期消毒清洁，才袂生炭细菌。各有员工操作流程，嘛要查敢有符合规定。总计全台湾55间分店，要伫一礼拜内完成稽查。像我们说那个沙门市区是特别喜欢在鲑鱼上面的啦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就要去看看说是不是有些特定的食材哈，那它是有那个病菌在上面，太多人使用，那当然就是在诺罗病毒流行的季节，你是很容易中标的啦。要注意的是，新北有3间苦辣素食分店现场核查出有设备甲机具无清气、冷冻库无定期除霜等等的卫生疏失，如果业者限期无改善，会依食安法开罚。要拿苦辣素食人体采检的部分，疾管署会伫后礼拜二对外公布检验的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